现在是小蛙，好吗？有在先小蛙。小蛙，这个小蛙属于什么？安德蛙哥，罗伯斯。今年是陪你过的第二个生日，今年是陪你过的第四个生日，是八个生日。我喜欢上你的第4019天，也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的3029天。这已经是我和你一起度过的第20个生日了。这不仅是一个生日大餐，也是一场演唱会。你陪我走过了我的一整个青春，在这段路上我也见证过你太多太多的精彩瞬间。我愿意站在你旁边，哪怕是千年。可以说等赵默笙等了7年，我在7年之后也实现了这个愿望。默默笙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130生日快乐，宝宝生日快乐。我们也是大年人，我昨天要跟你不一样，就是我没有你。我今天来看你的演唱会哟。我一直都在。真的真的，真的，每个人不管有没有到现场，当然都很用心的去想要送他一个特别的祝福，哇！我是很真诚的在说声谢谢，谢谢你们。都在现场吗？有喂有喂，我刚刚那个影片所有来宾都来过了，他们已经该出场，有没有漏掉谁没有出场？楚北杰，陆毅，陆毅晨，陶冶，陶冶，我也是感动啊。神秘，因为大家刚刚在场馆外面有看到 Jackie 对不对？介绍了，就是我妹妹。你是香港来的？我忘了这个，因为有一些新的乘客可能不是，那你旁边总有一些资深的乘客，你告诉大家这是我经常出席，是我跟他们很多今天都碰过面了。哦，碰过面了，都认识了。就家庭聚会总要出现个家庭成员。然后我们是家庭，您继续。今个月都跟你一起上个朋友，跟你一起许愿好吗？有没有也是这个月份生日的？全部都是。太妙了，我们一起来凑这个蜡烛好吗？但是我想请他们每一位都将这个荧光棒举起来，代替这个蜡烛，就想象自己荧光棒是那个生日蛋糕上面的蜡烛，稍微有点感觉啊。蜡烛，蜡烛，蜡烛，早可以动，上面。
上面讲。好，那我们一起，那我们许完愿吹蜡烛的时候，我们制造一个很漂亮的画面，看看好。准备，我从数三二一，再来。是许愿，我先许个愿，祝大家十一月份生日朋友一起许愿好吗？祝每一位朋友身体健康，平安快乐，新的一年龙马精神，活力满满，更上一层楼。准备。我没有拍下来，很棒啊！还有看到就是今天他们送给你的，还有一个小任务，就在刚刚我们在场馆外面有一个留言板，大家有没有认真的在那边留言？我真的是很随意的在那边看看会不会抽到大家各位的留言，好吧？希望我把名字读出来吗？不过也还好，那是一个 ID， 应该也还好。很长，这个是哇哇奇奇，戴戴，我都没读完你的名字，你就哦，你的名字叫哇哇奇奇，喂喂，好像是戴戴。哇哇奇奇，奇奇，哦，你还记得你写什么吗？对耶，一字不差啊！你说首先祝你生日快乐，今年是喜欢你的第九年，我会一直第九年，对，我会一直。继续喜欢你，支持你 ，from 哇哇奇奇 ，Gigi，Gigi， 他真的飞起来了。有没有还想要再读一个？再读一个吧。还是另外一个，算最底的。真的很多人在我把那个我找一张字写的最多的。写东西，哇，真的好多人，出门。最后这个什么色？紫色的，他写满了。这位朋友叫做没有署名。Annie， 哦 ，Annie， 小王，我以为那是个句号。我是中妈同龄人，因为你的戏剧喜欢你，然后你的才艺征服了我。生活从此添上色彩，沉闷的人生从此过得有滋有味。谢谢你这么为我。中妈在吗？在。如果中妈在现场，你会感到很骄傲。他说：“哦，你在送我儿子吗？”在。你看到他吗？我说你怎么这么会生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我刚才这样的语气好像他？是吗？其实他是你是中妈的同年人。我刚有是跟我同年，我刚没认真。妈，你有认得出来吗？其实我觉得你在这个机会应该特别谢谢主，因为我告诉大家，在我们小时候的我们喜欢玩的玩意都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经常一起玩。但是每每家里只有一个玩具的时候，中妈不给他，然后他
人，唯独是有一个那个小时候那个录音机，我是有跟各位分享的，来个那个展品啊。我是没有办法回应，但是就是有一些玩具我是会跟大家分享的。对，只有问题，你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对不对？对，如果你手上呢只有一个人，你会就是如果大家你会给爸爸旁边的还是妈妈旁边的？我翻译一下哦，如果大家手上有一个礼物，你是中吗？你会给中妈旁边那个右边那个小妹妹，还是中妈前面那个小胖子？我听一下，小胖子还是小妹妹？他们送给中妈了，送给中妈，中妈收着自己玩。Sorry， 这张照片我其实都没有玩，是 Jackie 今天拿给我，我都是一条月。对。这是我跟大家分享，哪一个是我的没看清楚啊？这张照片已经放在那边五分钟，你不知道里面哪个是我？自己扎自己哪样？我跟以前有这么差别吗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我认真地告诉大家，在中巴前面那个就是我。怎么了？在成长过程有很大变化吗？你的头上面有没有说好？对，然后左边是我大姐姐，右边是 Jackie， 然后后面是二姐。我们对，很少有一家四口的照片，我真的很少。你怎么有这个重复啊？在哪里找？知道这个唯一一家。你的全家子会放在我那边，然后我真的好好好，对，我觉得好好的放在上，好好好，我 scan 一下，我也存得到，不过今天之后可能晚上就有了，帮我把它 P 得好看一点，把这个解决到了，调得非常好。那你今天来除了帮我庆祝，还会有什么特别的任务？你觉得？我们还有，我来过好几次，还有什么环节？你觉得？原来 Jackie 来过这么多次，他没有在台上跟我唱过歌。然后我们，他选了一首歌，我觉得还蛮适合我们现在的气氛的，我们听听看好不好？感动到了吗？一首歌的时间，跟大家主播春上秋冬。